季中国好声音终于正式开机录制，去年第一季的火爆让第二季好声音受到空前关注，观众掏天价门票的风波刚刚平息，又有网友在微博爆料，节目组为避免再遭遇上一季的剧透事件，在录制现场将采取代管手机门禁检查，全方位严密监控观众等极其变态的保密措施。本以为这纯属夸大其词，但录制当天有媒体前往好声音录制场地采集素材时，就被工作人员当场拦下，甚至做出推撞举动，双方对峙良久，记者仍无法靠近一二。看来中国好声音是铁下心严阵以待7月12日的首播了，但说到底也不过是个音乐节目，搞得跟军事基地一样重兵把守，是不是有些矫情了？